子里时常有两个我，一个好的我，一个坏的我。青春年少，哪有什么好与坏，对与错？哪怕明知道那个人是火，还是会像一只愚蠢的飞蛾，奋不顾身地扑上去。每个人都有不想面对的现实，你看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以前的事情从来就没有过去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能回得去的，那不叫过去；能说出道理的，都不是爱情。我们的青春里有无数种声音，有谩骂、指责、鼓励或者欺骗，但你有真正聆听过自己内心的声音吗？